当拓荒者进入苍穹厅时，会看到一块透明屏幕，它就是智慧化屏幕资讯整合显示系统。它是组装成件的重要仪器，它可以显示开拓新世界的相关讯息，导引每位参与者完成相关任务。智慧化屏幕资讯整合显示系统，它早期是使用于战斗机上空驾驶员使用，而现在是应用研发于汽车驾驶上。这项的特点主要是大面积的显示范围以及扩增实境的方式，以最直觉安全的方式提供给驾驶者相关资讯。进入苍穹厅，观众可以操作前方荧幕控制两只机械手臂建造飞船，机械手臂会夹取虚拟物件进行组装，在无人搬运车与机械手臂的整合，它无论在精准的移动与夹取都需要精准的定位，我们使用了上银科技的技术完成船舰虚实整合的组装。这项技术不仅是在使夹取虚拟物件，小到书本，大到货柜的搬运都能应用，在未来的无人工厂、智慧工厂都能应用到此技术。